师哦，由我们中义执事清香敬献。来祈求清水祖师能够护佑淡水平安师所有的庐下众弟子，大家和乐安康，谢谢。也谢谢教班会所有的好朋友，那收尾在庙宇玩哦，感谢，谢谢，谢谢，大家一路辛苦啊哦，谢谢你们。庐下众弟子哦，大家都可以家庭和乐，平步安康。来，谢谢教班会所有的好朋友们。所有的参与今天盛世所有的好朋友。